教会或者是礼拜堂，咱称作圣殿的所在，予人的印象总是神圣佮庄严。总是若是有机会当伫礼拜堂过暝，却是非常特别的经验。细汉的时阵伫教会，若过圣诞节、平安夜，拢会缀圣歌队出去报佳音。到半暝回来教会，然后再佫食一个点心，已经是一两点，也无有公车通转去。归去就伫礼拜堂的椅仔顶来睏一下，听候到天光，才心满意足来转去。青少年时期，对伫福音队到伫庄卡教会服侍，也是睏伫啊讲是真好听的福音床，就是礼拜堂的椅仔顶。暗时爱搁点蚊仔香，才爬去学蚊仔顶。啊，若是睏偏较歹的，也常常会为椅仔顶靠落来，因为少年也无需要重视睏眠的品质，一群人斗阵好耍才是真正。所以，若是会当伫圣殿，或者是常常甲上帝大聚会，确实是值得欣赏的代志。伫今仔日的圣经节的内面，诗篇十五篇的作者一开始就发出这款的心声。上主啊，什么款人会当住伫你的宝庇？什么款人会当徛起伫你的圣山？伫诗篇八十四篇，有这款的诗句：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。咱拢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，最后也是安尼讲：我要永远伫上主的厝，甲你做伙住，甲主同住，伫圣殿 long stay。毋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也毋是来世到伫天堂才会当实现的代志，确实是伫今世就会当经验到的福气。因为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讲：遵守上帝诫命的人，踮伫伊的内面，伊嘛踮伫因内面。这是上帝应允，也是咱做基督徒的福气。